胖胖虎，贝贝跟。早安呀，鲨鱼宝宝、鲨鱼妈妈和鲨鱼爸爸都在这里。鲨鱼宝宝，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呢？那里有很多很棒的工作。鲨鱼宝宝未来会想要做什么工作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有几个神秘的箱子出现在鲨鱼宝宝的面前，我们来打开看看是什么吧。鲨鱼宝宝变身成医生了，鲨鱼宝宝现在是医生了哦。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医生鲨鱼。哦，我看到那边有个病人，快，我们去帮帮他吧。你还好吗，乌龟？别担心，鲨鱼宝宝会把你医好的。太棒了，鲨鱼宝宝，乌龟说谢谢你哦。接下来会是什么工作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警察了，让我们去帮助我们的朋友吧。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警察鲨鱼。哦，我在那边看到一只调皮的海盗章鱼。海盗章鱼，不准动，你被逮捕了。哇哦，鲨鱼宝宝救了这些朋友呢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医生和警察都很适合你耶。哦，这是什么呢？哇哦，是芭蕾舞者鲨鱼，鲨鱼宝宝好漂亮哦。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芭蕾鲨鱼。哦，鲨鱼宝宝跑到哪里去了？哇哦，鲨鱼宝宝，你是大海里最华丽、最优雅的鲨鱼。我想知道最后一个盒子里会有什么呢？啊哈，最后一个是勇敢的消防员。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消防员鲨鱼。朋友们遇到危险了，鲨鱼宝宝扑灭了大火，你一定很害怕，但你是如此勇敢的鲨鱼宝宝。医生鲨鱼、警察鲨鱼、芭蕾舞者鲨鱼、消防员鲨鱼，每一种职业都非常优秀。那么你最喜欢哪份工作呢？无论是什么，你一定都会做得很好。
没错，鲨鱼宝宝做什么都会很棒的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早安。早安，鲨鱼宝宝。朋友们，我有一个烦恼，你们可以帮帮我吗？哦，鲨鱼宝宝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我们一起去帮助鲨鱼宝宝吧。鲨鱼一家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呢，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们之中谁身上的颜色最好看呢？那当然是粉红色了。看吧，你们肯定也这么觉得。哦，大海变成了粉红色。看，粉红色的大海比之前更漂亮了。粉红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粉红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粉红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粉红大海。怎么可能？蓝色才是最漂亮的。大海一直都是蓝色的，所以蓝色的大海才是最好看的。这次变成了蓝色的大海，蓝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蓝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蓝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蓝色大海。不不，橘色的大海才是最美丽的。让你们看看橘色有多么漂亮吧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大海变成了橘色。橘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橘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橘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橘色大海。无论你们怎么说，绿色才是最棒的。我想你们都搞错了，没有比绿色更好看的颜色了。大海变成了绿色的，就像鲨鱼爷爷的颜色呢。绿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绿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绿色大海嘟噜噜嘟噜，绿色大海。等一下，粉红色才是最美丽的，蓝色才是最完美的颜色。不，橘色才是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决定哪个才是最棒的颜色吧。哦不，鲨鱼一家好像快要吵起来了。大海正在变成各种颜色呢，海星、章鱼他们也变了颜色。大海渐渐变成一种奇怪的颜色了。哦不，有一条小鱼在哭呢。小鱼，你怎么了？你想变回你原本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紫色小鱼。我们只考虑了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但是紫色才是最适合你的颜色。哇哦，鲨鱼一家正在打扫大海。大海现在的样子才是最美丽的，
就像鲨鱼一家一样，五彩缤纷。鲨鱼一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一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一家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一家。果然聚在一起游泳的鲨鱼一家看起来才是最棒的，你们都和好了对吧？谢谢你们再次把大海打扫得这么干净，朋友们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鲨鱼宝宝正在海里游泳，鲨鱼宝宝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哦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它要去哪里呀？鲨鱼宝宝，你还好吗？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有趣，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呢，会是什么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有了像猎豹一样的黑色斑点，你看起来好棒。猎豹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猎豹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猎豹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猎豹鲨鱼。猎豹比狮子和老虎跑得还要快。哇，真的好快啊，快到看不到了。猎豹是超酷的动物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变身成什么动物呢？哇哦，这次鲨鱼宝宝有了和斑马一样的黑白条纹。斑马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斑马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斑马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斑马鲨鱼。嗨，斑马，很高兴见到你哦。你有见过斑马鲨鱼吗？哦，我们好像吓到斑马了。对不起。啊，这是什么图案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有了像长颈鹿一样的棕色斑点。长颈鹿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长颈鹿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长颈鹿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长颈鹿鲨鱼。长颈鹿的脖子很长，所以可以吃到高处的食物。没错，鲨鱼宝宝，虽然你没有长长的脖子，但是你是个很棒的猎手，游泳游得也很好哦。最后一个盒子里会是什么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有了华丽的孔雀羽毛。孔雀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孔雀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孔雀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孔雀鲨鱼。哇哦，鲨鱼宝宝的尾巴上有一把五颜六色的扇子，好漂亮哦。猎豹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斑马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长颈鹿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孔雀鲨鱼。变成不同的动物花纹真是太有趣了，下次我们会变身成什么呢？好期待哦。下次再见咯，
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是可怕的万圣节。鲨鱼宝宝找到了一个超大的镜子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啊，镜子里面不是黄色的鲨鱼宝宝，而是幽灵鲨鱼宝宝。啊，幽灵鲨鱼宝宝从镜子里出来了。啊，我们快逃吧，鲨鱼宝宝。哦，幽灵鲨鱼宝宝带来了一些礼物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。就从这个开始。鲨鱼宝宝变身成了巫师。哇哦，是扫把。我们骑着扫把飞上天空吧。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。你在嘲笑我吗 ？Yup。哼，你别想再嘲笑我了。要打开下一个盒子了吗？让我们打开看看吧。这次鲨鱼宝宝变身成了骷髅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。哦，是另外一只骷髅鲨鱼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哇哦，是一只看起来很好吃的骷髅鲨鱼。啊！救命啊！哦，真是太可怕了！你没事吧，鲨鱼宝宝？要打开第三个盒子了吗？你确定吗，鲨鱼宝宝？哇哦，是一只牙齿锋利的吸血鬼鲨鱼，快看它那件华丽的斗篷。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。哇，这一定是吸血鬼的城堡。哈哈哈哈，很高兴见到你，鲨鱼宝宝。你愿意和我一起享用晚餐吗？有一点点害怕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你，吸血鬼先生。拒绝我？我不能接受被拒绝。快来吧。哦不，拜托，请放开鲨鱼宝宝吧。哦，不要走，鲨鱼宝宝。哇，太好了，鲨鱼宝宝，你想到用牙齿咬它的办法真是太聪明了。你真的把吸血鬼先生吓跑了。不过第四个盒子去哪里了呢？那是什么？啊，是一群僵尸！快跑呀，鲨鱼宝宝！哦不！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僵尸了。
鲨鱼宝宝，你还好吗？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。巫师鲨鱼、骷髅鲨鱼、吸血鬼鲨鱼、僵尸鲨鱼，哪一个最吓人呢？幽灵鲨鱼宝宝，你回来了，你还好吗？哇哦，鲨鱼宝宝终于变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鲨鱼宝宝在寻找什么东西？鲨鱼宝宝，你在找什么呢？哦，鲨鱼宝宝太无聊了，他看起来想和朋友们一起玩。哦，快看，是海星，但是他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哇哦，大海里面好多一闪一闪的海星，它们是如此的闪亮和美丽。哦，鲨鱼宝宝，你也想要有星星的图案吗？嗯，我们怎么才能在鲨鱼宝宝的身上放上星星呢？哇哦，五颜六色的颜料和可爱的贴纸，有了这些，我们就可以帮助鲨鱼宝宝变身了。我们先试试看这个深蓝色的颜料吧，然后再来贴上星星贴纸。哇哦，好闪亮的鲨鱼宝宝啊！鲨鱼宝宝，你是大海里最闪亮的星星鲨鱼。星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星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星星鲨鱼嘟噜噜嘟噜，星星鲨鱼。哇哦，你比星星还要闪亮！是什么东西滚过来了呢？我们跟着一起去看看吧。哇哦，是一片可爱的爱心海。哦，鲨鱼宝宝，你也想要爱心图案吗？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变身哦。让我们涂上粉红色的颜料吧，然后再贴上爱心贴纸。哇哦，是爱心鲨鱼耶！鲨鱼宝宝，你好可爱哦。爱心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爱心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爱心鲨鱼嘟噜噜嘟噜，爱心鲨鱼。哦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呢，要不要去看看是什么呢？哇哦，大海里有好多云朵啊，大家都在云朵上休息呢。这次我们来做一个云朵的图案吧。先涂上天蓝色的颜料，再加几朵软绵绵的云朵贴纸，怎么样呢？哇哦，毛茸茸的云朵鲨鱼就完成咯。哇哦，鲨鱼宝宝轻巧的像一朵云呢。云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云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云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云朵鲨鱼。
哦，是什么东西飘下来了呢？让我们去看看吧。哇哦，这些花朵都好漂亮啊，闻起来也好香呢。鲨鱼宝宝，这次来变成花朵的图案怎么样呢？首先帮你涂上绿色的颜料啊，还有别忘了花朵贴纸哦。哇哦，花朵鲨鱼变身完成咯。嗯，你闻起来真香甜。哦不，蜜蜂们一定是把鲨鱼宝宝当成一朵真正的花了。快，我们快躲到那边吧。花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花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花朵鲨鱼嘟噜噜嘟噜，花朵鲨鱼。星星鲨鱼、爱心鲨鱼、云朵鲨鱼、花朵鲨鱼，朋友们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下次再来的时候，选一个喜欢的图案，我们再一起装扮鲨鱼宝宝吧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 鲨鱼宝宝。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做些什么有趣的活动呢？哇，你们看，有一个藏宝箱，好想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呀，让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哇，有好多五颜六色的蛋。这些蛋会是谁的呢？让我们先看看这颗蛋。哇哦，好像是恐龙的蛋，头顶带有一把黄色梳子，跟鸡长得好像啊。啊哈，是四鸡龙。哇，你跑得真快。四鸡龙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嘟噜噜嘟噜，四鸡龙。哇哦，四鸡龙鲨鱼得到第一名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，恭喜你，四鸡龙鲨鱼。这些一定都是恐龙蛋，接下来我们该看看哪个蛋呢？哇哦，它有三个强壮且锋利的角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恐龙吗？答对了，是强大有力的三角龙。三角龙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。鲨鱼宝宝变成三角龙后开始吃草了，因为三角龙是草食动物。好吃吗？接下来我们该变身成什么恐龙呢？什么恐龙的头骨又厚又硬？答对了，是铁头的肿头龙。肿头龙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嘟噜噜嘟噜，肿头龙。头骨好坚硬啊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恐龙蛋了，会不会是一只可怕的恐龙呢？我好害怕。
Roar, roar！ 是恐龙之王暴龙，大家快跑啊！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。暴龙鲨鱼正在追赶小鱼们。四脊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三角龙，嘟噜噜嘟噜，中头龙，嘟噜噜嘟噜，暴龙。鲨鱼宝宝变身成恐龙很有趣，对吧？有没有很开心啊？下次变身成更有趣的东西吧，拜拜！鲨鱼宝宝看起来有点累耶。啊，鲨鱼宝宝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我们可以给鲨鱼宝宝吃点什么东西呢？哦，有东西从船上掉下来了。哇哦，有好多水果呀！朋友们，为了让鲨鱼宝宝恢复活力，我们给他吃一些美味的水果怎么样呢？这里有红色的草莓，看起来很好吃呢。鲨鱼宝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红色草莓，嘟噜噜嘟噜，红色草莓，嘟噜噜嘟噜，红色草莓，嘟噜噜嘟噜，红色草莓。鲨鱼宝宝吃了草莓，变身成草莓鲨鱼了。好吃吗，鲨鱼宝宝？接下来我们应该吃哪一个水果呢？哇哦，是蓝色的蓝莓。嗯，闻起来很香甜。蓝色蓝莓，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，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，嘟噜噜嘟噜，蓝色蓝莓。这次鲨鱼宝宝变身成蓝莓鲨鱼，你看起来很棒。我想知道这个柑橘类水果是什么呢？哦，是粉红色的葡萄柚。嗯，好清香啊，我都要流口水了呢。粉红葡萄柚，嘟噜噜嘟噜，粉红葡萄柚，嘟噜噜嘟噜，粉红葡萄柚，嘟噜噜嘟噜，粉红葡萄柚。鲨鱼宝宝变身成葡萄柚了。酸酸甜甜的，这个水果是绿色的，还有弯弯的条纹，会是什么水果呢？啊哈，最后一个水果是西瓜，看起来新鲜又香甜。西瓜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嘟噜噜嘟噜，绿色西瓜。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原来在这里啊！你们看，鲨鱼宝宝身上的西瓜条纹有点像海草呢。红色草莓，嘟噜噜嘟噜；蓝色蓝莓，嘟噜噜嘟噜；粉红葡萄柚，嘟噜噜嘟噜；绿色西瓜，
鲨鱼宝宝，吃完水果，你吃饱了吗？变身成不同的水果真是太有趣了。下次我们再一起变身吧。拜拜。鲨鱼宝宝正在游泳。哦，你们看，那边有好多鲨鱼宝宝很喜欢的玩具呢。朋友们，我们跟着鲨鱼宝宝一起去玩吧。哇哦，我们到了一个神奇的玩具天地。有这么多好玩的玩具，让人好兴奋呀。这个会是什么玩具呢？哇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一只毛茸茸的泰迪熊了，好可爱呀！泰迪熊，嘟噜噜嘟噜，泰迪熊，嘟噜噜嘟噜，泰迪熊，嘟噜噜嘟噜，泰迪熊。泰迪熊毛茸茸、软绵绵的，当你伤心或害怕的时候，可以抱抱泰迪熊哦。接下来要变身成哪个玩具呢？哇哦，是强壮勇敢的机器人。哔哔啵。嘟噜机器人，嘟噜噜嘟噜机器人，嘟噜噜嘟噜机器人。朋友们，跟着鲨鱼宝宝一起跳机器舞吧！一起，一起。嗯，这个玩具有轮子，会是什么呢？鲨鱼宝宝变身成一辆巨大的玩具怪兽车了。我们要出发咯。怪兽车，嘟噜噜嘟噜，怪兽车，嘟噜噜嘟噜，怪兽车，嘟噜噜嘟噜，怪兽车。这是我见过速度最快的怪兽车，太酷了！最后一个盒子里会是什么玩具呢？哦，我好好奇。啊，鲨鱼宝宝进入游戏世界了，我们和鲨鱼宝宝玩个游戏怎么样？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，好刺激！嘟噜噜嘟噜，超有趣！嘟噜噜嘟噜，鲨鱼游戏。鲨鱼宝宝已经完成游戏了，做得好，鲨鱼宝宝！泰迪熊，嘟噜噜嘟噜，机器人，嘟噜噜嘟噜，怪兽车，嘟噜噜嘟噜，游戏机。鲨鱼宝宝，玩玩具真是太有趣了，但是变身成玩具更好玩，对吧？哦，鲨鱼宝宝，你还想要继续变身吗？好吧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变身吧。下次见咯，拜拜。
鲨鱼宝宝好无聊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哦，看起来小鱼们玩得很开心，我们可以一起加入吗？哦，鲨鱼宝宝把所有的鱼都吓跑了，鲨鱼宝宝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哦，这些是什么？每个盒子上都有特别的图案呢，我们来打开看看吧。哇哦，是篮球呢！鲨鱼宝宝变身成篮球运动员了，比赛开始咯。打篮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篮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篮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篮球。哇哦，鲨鱼宝宝赢了！哦，做得好，鲨鱼宝宝！嘿嘿嘿嘿嘿。接下来，我们来打开这个盒子吧，里面会有哪一种球呢？哇哦，一个足球！鲨鱼宝宝变身成足球运动员了，让我们开始比赛吧！踢足球，嘟噜噜嘟噜，踢足球，嘟噜噜嘟噜，踢足球，嘟噜噜嘟噜，踢足球，得分！哇哦，射门得分！鲨鱼宝宝进球了！真为你感到骄傲，鲨鱼宝宝。真的太有趣了，我们来打开下一个盒子吧。哇哦，是网球耶，我真的很喜欢网球。我们来打网球吧。打网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网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网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网球。没关系，鲨鱼宝宝，只要多加练习，很快你就会打得比我更好的。剩下最后一个盒子，里面会有什么呢？来打开吧，鲨鱼宝宝。哇哦，是棒球呢！快，我们来打棒球吧！打棒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棒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棒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棒球，全力打！哇哦，是全垒打！鲨鱼宝宝是最棒的棒球员。拍拍篮球，踢踢足球 ，boing boing 网球，全垒打棒球。朋友们，你们最喜欢哪一种球呢？鲨鱼宝宝，你饿了吗？我们回家吃点好吃的东西吧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鲨鱼宝宝 ，Hello， 朋友们。哦，我看到了兔子娃娃，还有五颜六色的彩蛋呢。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啊，对了，今天是复活节。看来鲨鱼宝宝想要去分享复活节彩蛋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帮助鲨鱼宝宝一起装饰所有的蛋吧。我们该选哪一个颜色呢？好耶，那就用橘色吧。
么我们应该画上什么形状呢？你画了好多圆圆的泡泡图案，你真厉害，鲨鱼宝宝。哦，彩蛋突然飞走了，快，朋友们，我们去找回彩蛋吧。找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到啦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到啦。鲨鱼宝宝找到了所有的橘色泡泡图形彩蛋。下一个蛋该涂上什么颜色呢？紫色，好主意。朋友们，这次我们来画上爱心图案吧。哇，这些彩蛋上有这么多爱心，好可爱呀。哦，彩蛋又飞走了，快，我们快去找回彩蛋吧。找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到啦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到啦。太好了，你们找到了所有的紫色爱心彩蛋，朋友们，你们真棒！我们该把这些彩蛋涂成绿色吗？朋友们，这次就交给鲨鱼宝宝来帮蛋画上图案吧。你会画什么图案呢，鲨鱼宝宝？哇，绿色的彩蛋加上了条纹。这次彩蛋又飞去哪里了？我们出发吧！找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到啦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到啦。三个绿色条纹彩蛋，一、二、三，我们都找到了。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彩蛋了，装饰好这个彩蛋之后，就可以把彩蛋送给朋友们了。哦，鲨鱼宝宝这次想用三种不同的颜色，彩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些彩蛋看起来好像鲨鱼一家，黄色是鲨鱼宝宝，粉红色是鲨鱼妈妈，蓝色是鲨鱼爸爸，跟鲨鱼一家一模一样。好棒哦，鲨鱼宝宝。我们去找回鲨鱼一家的彩蛋吧。找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到啦，嘟噜噜嘟噜，找到啦。鲨鱼宝宝彩蛋，鲨鱼妈妈彩蛋，鲨鱼爸爸彩蛋，我们都找到了。现在我们去把这些可爱的彩蛋送给朋友们吧。泡泡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爱心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条纹彩蛋，嘟噜噜嘟噜，五彩缤纷。哇哦，朋友们都非常开心呢，鲨鱼宝宝，有你真好。好期待下一次会变成什么呀？我已经等不及了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